300年前，有一个性格孤僻怪诞的画家，依靠自己心性的真善，揭示自然的大美，阐发艺术的本质。他传统而现代，极古而极新，是中国文人画的最高峰，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画现代化的开山鼻祖。他以自己卓越的实践才能，把中国画艺术推到一个空前的高度。他就是八大山人。自文人画产生后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他的地位日渐提高，画风也日益占据画坛的主流。到了清代，此风不但不减，而且愈演愈烈。受皇室扶植的清初四王画派，曾经一直被奉为正宗和正统，朝野仿效，学者如云，大都以摹骨为能事，却缺乏应有的生气。也正是在正统派盛极之时，江南却出现了一批反正统的画家。他们大多是明末的移民，这些遗老遗少都经历了明末清初的社会变革，这种生活经历给这些文人画家的心灵带来了强烈的冲击，触发他们把思想上的矛盾和感情上的波澜体现在画面上。在政治上，他们不与清政府合作，或隐迹于山林，或醉心于汉末，表现出消极避世的态度。也有的带着怀念旧名河山的意识，痛苦无奈地迎合当时的社会生活，特立独行于当时市井之间。最具典型代表的，便是八大山人。八大山人原名朱耷，法名传庆，字雪各，别号有驴汉、驴乌、驴乌驴、人乌、任安、各山等，最后定名为八大山人。他是江西宁县王的九世孙。据清代黄安平绘制的《各山小巷》中八大山人的字时，他生于明天启六年丙寅，即1626年。从存世最晚的墨迹和信札来分析，八大山人卒于康熙44已有，即1705年。说起八大山人这位画家，好多不熟悉的人一听这名字，是不是八个大山人？好多人这样认为，其实不是，他是一个画家，他姓朱名耷，啊，这个耷字也很怪，上头一个大小的大，底下一个耳朵的耳，就是平常讲啊耷拉着什么啊那个耷拉那个耷字。他的名字很怪，不但他的名字怪，而且他这个人也很怪。这个怪不是他有意的要求怪，因为在他19岁那年，明朝灭亡了，清入主中夏，而他作为明的啊明的皇始王的这个王朝的后裔啊，他姓朱啊啊。他很怕新的政权对他有所迫害。实际上呢，在整个在他生存的这个年月里面，清政府对他没有什么迫害啊。他自己呢，由于处在这样一种国破家亡的这么一种心态之中啊，生怕受到迫害啊，这么一种心态之中，所以他有时候从他的行为举止啊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挺怪啊。自己的名字有时候也很怪啊，我们平常讲说谁是驴，好，这是在骂人。他自己就给自己起名叫驴乌，啊。另外呢，他画画经常变动自己的笔名，啊，比如叫雪各，啊，这个好些的人得不知道他是谁，啊，实际也是八大山人，但是平常我们大家习惯就是称他八大，啊，很亲切称他八大。为什么我们这样亲切的称呼他呢？因为在中国写意绘画历史上，到了八大山人呈现了一个新的高峰。
应该说在大写意绘画方面，他所创造的这个高峰至今都难以逾越。作为明宗室后裔，八大山人一出生便注定了他的命运。不过八大山人从小便生长在书画世家，受到良好的艺术熏陶。他的祖父既精通书画，善诗兼经会试，山水得二米家法，写生奥妙，词人之笔寄情点染。八大山人天资聪慧，耳濡目染，八岁即能作诗，少年时便能。